你要做什么？咸酥鸡。没吃过。没吃过有可能。这东西很丑。反正是我吃的。我怎么觉得你过得比我还好啊？你怎么不去睡觉？你管我要不要睡觉？拿个冰块，我就知道。小家子气，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。不是说不怎么样吗？我是怕你吃不完。我告诉你，咸酥鸡这种东西虽然好吃，但很。毒有多毒啊？我变胖，我长痘痘，会心血管疾病，会代谢不良。如果是真的，你还吃啊？我想自杀不行。那我再来一块，黄泉路上不寂寞。吃吧。忘了我。不是不给我看，现在亲自邀请我看好看满。郑小薇。干嘛？不准偷看。知道。偷看翻脸哦。知道了。在小康妖人啊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？我不想看的吃饭时候逼我看，我想看的霸总洗澡时候不给看，过分。安了。歇了。我累了。劳基法规定的劳工一天正常工作8个小时，你算算看，从停电到现在过了多久？给我睡觉。郑小薇，干嘛？没事。小薇，干嘛啦？
没事。喂，喂，你睡不着是不是？睡不着，我说故事给你听行不行？从前，从前有一个黑心无良的老板，在一个风雨交加、停电的夜晚，不让他的管家睡觉。管家真的好……我觉得你说的故事有点怪怪的。你再说其他的故事。你当我小兔兔故事集啊？从前，从前，在一个遥远的城堡。住着一个姑娘叫灰姑娘，她穿了一双玻璃鞋，然后遇到了王子，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啊？好，那我就来点悬疑的。从前从前，有一个侦探上了一辆火车，然后一个古董商也上了火车，然后公主、秘书、医生、管家、舞蹈家等等的一堆人都上了火车。突然，那个火车死了，然后找啊找，找啊找，发现原来凶手就是宋悠然。没有别的故事了。烦，你就让我睡吧，再说下去我都要扫兴了。真小孩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不让我吃又不让我睡，你真的没良心哎！敲醒还有人权，我拜托你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好不好？那你会一直在吧？不准冲的视角的时候偷偷溜走啊！如果你偷偷溜走被我发现，今天上桌吃饭的协议就取消了。放心。我就是在这，跑到哪里都不会去，因为我不会走。就快失去了灵魂，像雕像般安静定格，笑容掏空了躯。过期的承诺是否丢掉呢？想抱着躺椅的光，光线却默默呐喊着，让我陪你失眠。